昨晚，一场备受瞩目的男装秀在时尚之都华丽上演，吸引了无数眼球。在这场星光熠熠的时尚盛宴中，王一博的亮相成为了众人关注的焦点。他凭借独特的气质和颜值，成功的在众多外国模特中脱颖而出，再次展现了自己作为90后小鲜肉的代表人物的魅力。王一博身着一款花哨外套，成为了他此次亮相的亮点。这款外套设计独特，色彩鲜艳，充满了时尚感和活力。虽然他的风格与众不同，但王一博却以他独特的气质和自信的演绎，成功的将这款外套穿出了自己的风格。他搭配简约的裤装和鞋子，整体造型既时尚又个性，让人眼前一亮。在众多外国模特中，王一博依旧能够脱颖而出，成为全场最亮眼的明星。他的出现不仅仅是因为他的颜值和气质，更是因为他所展现出的自信和实力。他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时尚，不断挑战着传统的审美观念，让人们看到了他对于时尚的独特理解和追求。王一博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勇于尝试和突破的艺人，他不仅在音乐、舞蹈等领域有着出色的表现，更在时尚界展现出了不俗的品味和实力。他敢于挑战传统，勇于尝试新的元素和风格，这种精神在昨晚的男装秀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人们，时尚不应该被束缚在固定的框架中，而是应该不断的创新和突破。王一博的穿搭风格一直以来都备受争议，但他从未停止过探索和尝试。他敢于尝试不同的风格和元素，将它们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格。他的穿搭不仅仅是为了追求时尚和潮流，更是为了表达自己的个性和态度。他的每一次亮相都能够给人们带来惊喜和感动，让人们看到他的成长和进步。昨晚的男装秀对于王一博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他用自己的实力和魅力证明了自己在时尚界的地位，也向人们展示了他对于时尚的独特理解和追求。他的出现不仅仅是为了展示自己的风采，更是为了激励更多的人去勇于尝试和突破，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和追求。总之，王一博在昨晚的男装秀上再次展现了自己独特的魅力和实力，成为了全场最亮眼的明星。他的出现不仅仅是为了追求时尚和潮流，更是为了表达自己的个性和态度。我们期待着他未来在时尚界的更多精彩表现，也相信他会继续用自己的实力和魅力为时尚界注入更多的活力和创新。